明星们的感情世界，吴谦宇梦想浪漫简单小婚礼。和刘谦一样，香港明星吴谦宇和林峰的爱情目前也是日趋稳定。不过娱乐圈中的爱情总是不可避免受到各种流言蜚语的困扰。前一段时间，吴谦宇就被传搭上周柏豪，以此向林峰逼婚。昨晚周柏豪和吴谦宇受邀为某服装品牌走秀，两人毫不避嫌地挽着手出场任记者拍照，这么大方难道不怕再被传绯闻吗？我不会担心的，因为之前的绯闻也是假的，所以从来没有担心过。然后其实蛮开心啊，就是跟自己的老朋友一起去。老朋友啊，老朋友，我变成老朋友。老朋友，其实我们认识很久。感情稳定的吴谦宇当天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梦想中的婚礼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行都不想要太像一个应酬这样子的活动，所以我希望是简单的，然后只有一些好朋友跟家人。对，我一直希望都是在一个很好很浪漫但是有很小的地方，不用很大的场合。对，很简单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